耶、yeah, ！今天是8月20号，礼拜五。今天早上呢，准备搭高铁要到斗六去露营。那明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就是8月21号第32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。这个好搭档浩子呢，今年入围2项，大家都知道，最佳台语的男歌手跟台语的专辑奖。那今天他露营的状况会是怎么样？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又是如何呢？那我就来帮大家问问看，看看他有没有信心明天来拿奖。走。今天是搭9:11的车，然后现在是9:03的，浩子还没有出现，厉害了，总是赶最后一刻，哈哈。哎，你知道明天是颁奖典礼吗？废话。那你知道这是第几届吗？32啊。哇塞。难得哎，怎么样？有时候都搞不清楚状况嘞。啊，衣服都准备好了吗？很性感啊，就是要露哪里都可以。哦，忘记贴胸贴。哎，王牌化妆师。你是北七哦。你感觉明仔载耗子会摕奖吗？会啊，也会啊。你摕什么？摕酒空奖。摕酒空迄支奖哟。酒干系酒干啊呀。你唔安尼啦。还有入围两项呢。你很对人行都不知道啊！王牌主持人，你要宰哦，他跟伍佰老师竞争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可能难。然后我想去红毯看看。不行啊，不开放。可是我可以坐在他旁边。行啊。我就可以坐伍佰老师旁边。哦，最主要是伍佰老师。对，我想去看伍佰老师。哎、欸，借问一下、哦、啊，你明仔载得奖了，下暗的庆功宴要去倒办啊？应该是没得奖吧？哈，所以无得奖就白办啊哟。无啦，无迄个拍算。不信得奖的话，明年还会再出吗？应该将来才定的。是哦，如果有东西就再出吧。去看看啦，因为其实公司这一张也花了不少钱、啊。花太多钱了。对啊，真的都后悔了。那重点是那个保温瓶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保温瓶啊，还有你有提醒啊。有准备好了 是？他忘记，我就说先带出来。所以明天会带这一支进去。明天会带两支。两支保温瓶。那、啊、里面装什么水啊？装水嘛。就装水。在这边呼吁典礼的现场工作人员，进场的时候要检查它里面装的是水还是酒。水，你自己看。哎、欸，红红的呢？哦，红红。没有洗干净，哦，没洗干净，洗干净，红红的。好，啊，拍张照，为什么要拍张照？因为如果他得奖，我再发；啊，如果没有得奖，就不用发。金曲歌王，哎、欸，我就跟歌王拍过照，哎。你自己很没有信心，那你有没有看好谁？看好谁可以吧？就傅凯啊，许傅凯啊。我想说他已经公布6次了，应该让他中。其实应该也是差不多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录影也结束了。那刚刚的访问他们也结束了。刚刚我还问浩子说，你今天呢要得到威力彩，你还是想要得到台语男歌手奖？哎、欸，中21亿比较重要，还是拿台语歌手比较重要？拿红毯第一帅最重要。那第一帅要干嘛？那只是个虚名。哎、欸、呀，很性感，你看。不想这样就可以上榜了。红毯第一帅比威力彩还重要。OK， 那不管如何，我们就祝福他，也希望明天有机会可以站上金曲的舞台，拿到他的奖项。今天想什么了？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